英国女王和威廉王子、哈利王子的温馨时刻。一组老照片见证旋即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极为珍贵的全家福。照片中的戴安娜王妃抱着萌娃哈利，威廉王子则调皮地跑来跑去，惹得家人哈哈大笑。这幅其乐融融的画面真的是温馨有爱。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是英国难得一见的美男子，父母是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，奶奶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，可见两位王子的身份有多么的尊贵。图为伊丽莎白二世和威廉王子、哈利王子的温馨时刻。对于两个宝贝孙子，女王显得十分的耐心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年轻时一直忙于国家大事，在查尔斯王子小时候，他并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，或许出于亏欠，他对于两个宝贝孙子出奇的耐心。从老照片可看出一二，图为英国女王和哈利王子的合影，祖孙两人都带着温情的笑容。身为英国皇室成员，必须要为皇室工作，哈，李王子服兵役，参与各项活动都是该做的事情。有一国女王去看望宝贝孙子，在场的人都十分谨慎，唯有哈利王子开心地为女王讲解，画面真的太温馨了。照片中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威廉王子、凯特王妃出席复活节活动，画面温馨有爱。威廉王子对于奶奶的敬重，从照片可看出，可想而知，威廉王子的稳重很得英国女王的欢心。哈利王子曾坦言，他大部分时候是把伊丽莎白二世当作老奶奶看待，而不是亲奶奶，表情也是毕恭毕敬的。然而，伊丽莎白女王一直低调行事，希望能赋予不列颠王国更多朝气，很简单地看待一切事情，也很乐意答应哈利王子的婚事，可见对孙子的喜爱之情。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